他是谁啊？你干嘛画高中生？他哦，他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女生。哦，初恋哦，干嘛不画正面？长得人见不得人吗？不是啊，是他实在太漂亮了，我无法画出他在我眼中的样子。我觉得你这张画画风不是很成熟哎，放在这里顾客会质疑你的能力，而且工作室的品味好像也被降低了，我帮你拿下来好了。是客户会质疑我的能力，还是说某人每一次看到他都要吃醋一次啊？大人呢？给我拿下来。不要。你不拿下来，哎，你真的好痛，痛怎么样？漂亮不漂亮？哎，有我漂亮吗？别别别别别。陈汝，你要可乐还是雪碧啊？你是王全胜？啊？黄宇轩，你醒醒啊！黄宇轩，你有听到吗？黄宇轩。黄宇轩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被你吓死了。哎哎，黄宇轩，你要去哪？哎，黄宇轩，你告诉我，李子维就是王全胜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像我跑到陈玉如身体里那样，他也穿越时空跑到李子维的身体里了？我遇到的人就是王全胜，对不对？你一定知道什么吧？你如果希望我帮陈玉如的话，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不要瞒我。这个问题，让我来替他回答吧。是王全胜。